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0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13。好，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们问题。喂，你好。喂，师傅好。啊，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嗯。啊，请问师傅，同修搬家之前许愿给老房子的小房子，在搬家之后还没有完成，那是否需要继续念给老房子，还是可以转移念给新房子呢？给老房子的就是给老房子，给新房子的就是给新房子。好，明白了，师傅。所以在每一次许愿的之前一定要想好了，不能变化的，明白吗？因为到老房子如果有灵性跟到你这里来，他暂时不搞你。如果你要是欠他的，他跟到你新房子，你新房子不就有灵性了？哎，笨的嘞。嗯，是，对不起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自存的小房子念了一部分，然后就觉得想给某个特定的要经者，那能否马上写上进赠继续念，还是要等自存的小房子完成之后再写这个进赠呢？没听懂。嗯，对不起师傅，就是说同修自存的小房子念了一部分，然后念着念着他就觉得要给一个特定的要经者，可能是自己的要经者，可能是亡人，那他这个时候是应该马上写上这个进赠然后继续开始念，还是说要等整个自存小房子完成之后再写进赠？啊，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你当时是念给要经者，但是他特定的人来了呀，来，他来拿了，你脑子里已经有这个人的印象了，你可以写他的名字的。嗯，好，明白了。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许愿不吃蛋和含蛋食物的同修，因为参加法会不能够确定每场餐饮有无鸡蛋，如果无意吃到含蛋的食物有关系吗？需要念多少礼佛？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嗯，因为鸡蛋菩萨开始的时候是同意我们吃的，是，这是对一些还没有修到高境界的人，就像开始的时候可以，师傅同意你们可以啊，就是尽量食素一样的，明白了吗？嗯，这只是你的境界高了，你就慢慢就不能再吃了。那只是在你要是说，你要是没有感觉这个鸡蛋里边有没有什么感觉，有蛋什么，应该问题不大的。嗯，好吧，因为这个鸡蛋毕竟也不是直接杀生的，明白了吗？好吧，但是他如果能够去问到是没有含蛋的，那就是更好，只是说不能确定。那当然了，那当然已经是的，已经跟各个公修会讲了，以后尽量没有做鸡蛋的那个食物了。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些女同修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不要吃很多豆制品，那请问师傅，如果她已经许愿不吃鸡蛋了，平时应该如何注意饮食才能够保证营养呢？豆制品完全可以吃的，豆制品啊，只是说医生说，任何就是能够促成它让它生长得更快的这种食物尽量少吃。实际上豆制品的话，你吃素的人豆制品应该还适量的吃豆制品应该没问题的，而且你只要不要集中吃，你把豆制品跟菜啊分散，它就会化解融化化解掉了。你比方说你豆腐炒菠菜啦，或者豆腐炒什么菜啦，你不要集中的一块块豆腐吃，像豆腐干啊这么几块下去，它可能会有一种制造你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啦，有的时候会造成淤血啦，像这种情况应该不会的，因为它的大豆含的这个蛋白质它是植物蛋白质呀，它不是一种动物蛋白质，不一样的。明白吗？嗯，你可以，然后自己可以经常吃一些穿心莲啊，穿心莲非常好，而且穿心莲不像牛黄，牛黄因为比较厉害，吃了之后呢，会一下子会让人呢，这个排毒排的过量啊，有时候人会有点虚脱了，比方说
啊便秘啦啊这个痢疾啦，然后呢就是会马上感觉到消是消炎消得很快，但是它不能连续吃的，这穿心莲基本上连续吃问题不大的，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排毒的，它也是排毒的。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晕车是什么原因呢？应该如何克服？晕车嘛，实际上对某一些事物不适应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不要说晕车了，你坐到高楼，有些人不是晕高嘛，也有了嘛，对不对？是的。啊，实际上就是他的血液不平衡呀。嗯。血液不平衡的话，造成了他心理压力呀，害怕、害怕、害怕、害怕了嘛。哎呀，越害怕嘛，越晕船，越晕车呀。实际上就是一种血液不，它不能保持一种平衡状态呀。啊，如果你比方说你船在晃，不是晕船了吗？汽车在动，它不是晕车了吗？那有些人只要一晃一动，人就不舒服。为什么有些人动过手术，你把他刚刚扶下床，他一动他就呕吐啊？血液不平衡啊，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平衡状态啊，所以人就不平衡了。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我觉得首先呢也不要怕啊，没什么好怕的啊，任何事情它都有它的道理。你比方说你家族里边有人经常这个晕车是吧？他你讲的是晕车吗？晕车，对啊，晕车。你比方说你经常晕车的话，你家里人经常晕车，你也会产生啊这个刺激这个神经啊，刺激你的神经，感觉上不舒服呀，实际上就是感觉不舒服。像这种呢要保持一般的心理平衡，然后呢我觉得呢最好呢睡着躺着，明白吗？啊，睡着躺着。因为像这种如果你能够把它治疗的方法嘛，是一些把自己头部啊紧靠在固定的一种物体上。然后呢发病的时候呢最好闭目啊仰卧着。不舒服要仰卧。啊，避免大幅度的摇摆。啊，通风好一点，然后我们吃一些药了。就是抗那个我们说抗那个晕眩的药了。像安定啦啊地阳地西半啦这种。胃复安啦这种都可以吃的。然后呢一般的在经常晕车的人呢，在旅行前一两小时呢先吃一些药。叫运海宁啦，成运宁啦都可以的。其实它是属于这个嘴肌动脉啊，这个供血不足呀。还有就是这个神经炎呀，神经不能够保持个平衡，产生紊乱。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然后是不是再加上念大悲咒就会更加好？求菩萨。心要稳定呀，心要稳定就念大悲咒啊。你心稳定啊，没关系，没关系，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很多人不管碰到什么再害怕的事情，观世音菩萨保佑，观世音就化解了。是的。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在空调的下方可以睡人吗？不要，最好不要。因为你当一个人睡着的时候，他的毛孔就打开了呀。毛孔打开，你这种冷风阴风吹进去的话，非常容易以后得到骨刺啊，以后晚年呐、这种关节炎呐、都会出来的。那他如果空调不开着的话，在下面睡的话有关系吗？没关系。好，明白了。你这个问题，如果一碗饭放在你眼前吃的话，你会饱吗？当然会饱。那一碗饭放在你眼前不吃呢？你当然不会饱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见在法会，同修让做梦人签名在一个秘书处师兄的名字的下面，做梦人拿起纸一看，秘书处师兄的名字下面按共修组的分类签了很多名字。做梦人本来想一一查看哪个共修组，看自己应该签在哪个位置，后来又想算了，这样太耽误时间了，就签在了纸的最下方，好像是第10排。
可是一开始笔太粗，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没有签好，后来又用细一点的笔写了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但是签的也不是特别好，请师父解梦。签字是吧？签字要签的稍微好一点，可能是他的小房子吧，我想签名字。哦，就小房子的那个签自己名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对啊，因为有时候他下面也要识别的呀。哦，因为你有气场的呀，他要你签的乱七八糟，气场就走掉了呀。哦，明白了。就是没有其他的关系。对呀、啊，银行里抓到很多人冒签名字，就这么抓到的呀。他有感觉的呀，很多银行里的职员他有感觉的呀。嗯。他其实他是同样一个人。他今天如果他签的歪歪扭扭的，他也知道是这个人。如果你稍微有时候有点气场不对，你生气的时候你签了，签出来的时候你再去给人家银行看，他就会觉得你不是你签的。喂，师傅。为什么气场不对的呀？因为生气的时候、哦、人的气场完全是紊乱的呀，紊乱的气场签出来的字全部是没有骨骼的呀。嗯。你去看好了，凡是生气的人签字签不准的，都跟平时不一样的。嗯，我问你，生气的人时候这手都不一样啊，抖啊，微抖啊，微颤的。嗯嗯，那他这个因为他改过名字，那跟他的名字声纹成功与否有关系吗？可能会还是就是嗯，声纹成功与否当然有关系了。嗯，关系肯定有的。再如比方说你今天声纹成功了，你这个名字肯定是签的对的，那声纹不成功的名字签的肯定有问题了。所以可能也是他声纹没有成功是吗？然后再做一次声纹。嗯，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声纹没成功的问题，他改名字了呀。嗯，改过名字，但是之前他也有梦到说师父在梦里喊他，就是后面这个改过的名字，他以为是成功了。嗯，明白。喂，师傅。明白。嗯。哦，那就让他再做次声纹就行了，是吗？对，再做一次。嗯，好。那跟他莲花有关系吗？嗯，莲花没什么关系。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信用卡有点被骗的感觉，消费了2000多澳币，而且过海关的时候，海关问他带了多少钱，他说4000。还说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刷卡，请师傅解梦。做梦是吧？嗯。是的。过海关的时候当心点的，嗯。因为他可能最近要出去的话，嗯，就是说，嗯，这个，嗯，这个就是说，他一个是比较担心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出国的时候稍微当心点，就多念念消灾吉祥神咒嘛。嗯。不犯法就可以了，不犯法嘛。嗯。他现在功课108遍可以吗？消灾吉祥神咒。可以可以，没问题。嗯，好的，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同一个做梦的同修，他是又是梦见自己去办银行卡，然后分配给同修的一个办卡的员工，然后那个员工就找不到了，后来又找到了，同修就有点责怪他，然后还说这个员工怎么没有穿制服，然后员工就说他只是带别人上班的而已，然后就让同修自己去办卡，也没有帮助他，所以请师父解梦，这个也有关系吗？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好吧？嗯、一般的说办卡不办卡了，就这个事情落实不落实呀？在梦中如果办成功了就是落实了，办不成功就是还没有落实呀。嗯。哦，但是那个办卡的人没有帮助他，让同修自己去办，就说明他可能没有人去帮助他，自己去做、嗯、他自己业障自己消呀。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已经喝了很多水但是还是很容易口干，是什么原因呢？糖尿病啊。哦，两个情况，一个就是吃的太咸呀。嗯，喝了很多水它会排泄掉的呀，因为你太咸的话，它会帮助你这个盐分呐、啊，这冲洗你的盐分呐、啊，从你的肾脏里慢慢的排泄掉。但是排泄掉它也是一种吸收呀，所以它当时嘴巴里因为吃的太多了，它口感里边它还是觉得干呐、啊，还是咸呐、啊，听得懂吗、嗯？啊，这没什么大问题，多喝水总是好的。嗯。嗯，那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没有吃的很咸的话，也是觉得容易口干的话。这个要当心了，这个当心了，这两种可能性，一个太疲倦了，嗯。
太疲倦了也会口渴的，还有一种在压力下也会嘴巴干，人在压力下很多时候不停的喝水的。嗯，你去看一个人一边发脾气一边就想用水来控制他自己的脾气。嗯嗯，明白了吗？好，明白了。那不需要吃些什么中药之类的，就是调整心态就行了，是吗？我觉得还是多喝水啊，没关系的。像这种不要动不动就吃中药，唯一的可以吃的嘛就是穿心莲啊，它是排毒的呀。因为人身上一般的不舒服都是跟身上的毒气有关系呀。嗯，你脸上有毒气，排毒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就是脸上不是疙瘩长出来，不就排毒了吗？嗯，对不对啊？啊，你肾脏，你这个胸部以下的很多的毒气排不出来，很多人就从脚底排出来呀。嗯，就是脚气啊，就臭的嘞。其实上就是你这个本身的大肠不排泄很多东西，它从脚气里出来，所以人的脚臭嘛，跟他的其实跟那种粪便臭差不多的呀，明白了吗？明白了。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如果念礼佛中间有事需要暂停的话，可以念一句欧莱姆梭诃，然后在开始念下面的礼佛之前，就最好不要再念其他的经文了。然后但是最近师傅又开始说中途是可以念其他经文的，想请师傅再确认一下这个问题。没有啊，你前面念Om Lam Soho 之后停了半截了，再回来做你要 Om Lam Soho 再接上去的呀，你不能在当中念其他经的呀。嗯，好的。你要念完之后再可以念其他经呀。嗯，是的。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师傅从钩字法讲解一下精进的进字。精进的进啊，进是个走呀，再往前进呀。嗯，看见没啦？精进的话，一般的精进的话，你一个十字是一个人呐、啊，嗯，四个十就是一个井呀、啊，嗯，就是四个人一起容易精进呀，哦，一个人两个人不容易精进，要大家一起来精进，所以要共修呀，嗯，大家一起走这条路，这条路你才会走得光明啊，大家才不会掉下去。你看现在一个人做事情多难呐、啊，嗯，是的，前进的镜子，对不对啊？其实像一个维护的维一半嘛，像锥子的锥一样的一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推动力呀、啊。一个车一个走字边旁要有推动力，繁体字那个精进的进不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像推字一样的嘛，少这个提手旁嘛。嗯，对不对啊？推进啊，往前推进啊，好好的和大家一起往前进啊。所以你一个人如果要进步的话，要带着大家一起进步，你才能进步的。你一个人进步，这叫移花独放白，不是春的。嗯，对不对啊？嗯，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最后弟子读一个简短的分享：同修全家2017年都逢369关节，延续到2018年年初，导致同修姐姐业障大爆发，在雅加达法会期间灵性上升，突发精神分裂，还走丢了。当时师父十分慈悲，临时帮同修姐姐看了图腾，说需要马上烧84张经文组合才能找到。师父也或许知道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经文组合，又让秘书处的师兄结缘给他们150张经文组合。烧下去后还不到半个小时，姐姐就主动找别的师兄打电话过来，经文组合真是太灵验太神奇了。回国后正在上学的同修特地请假一周回家，每天帮姐姐念7张小房子，终于换得姐姐从精神病院出院回家。接着师父法身来梦中指点同修，说他姐姐要1500张经文组合才能彻底超度灵性，这和姐姐在雅加达发病当晚灵性在身上讨要的数字一模一样，真是令人震惊。于是同修和父母马上许愿，全家一起认真用三大法宝老实念经还债。在去年9月份念完许愿的1500张组合后，同修姐姐差不多恢复正常，也基本摆脱精神病药物控制。除此之外，同修因为此事前后请假近20天，但是最后期末还是稳定在年级前10名。同修想以这些亲身经历，希望师兄们能真正相信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相信用三大法宝一定能消除业障，让一切顺利。
前期的苦难与不顺都是暂时的，黑暗过去就是阳光。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前期的业障也是他自己的因造的呀。嗯，是的。对呀、啊，好了。嗯，自己的因自己的果呀，逃也逃不掉的呀、嗯，明白了吗？嗯，是的，明白了。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注意身体。师父再见，再见。感恩师父。嗯。喂，你好。哎，师父好。啊。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啊。哎。弟子先分享一个成功案例。师兄初入法门，却正遇大劫，就遇见罕见不治之症——葡萄膜炎，许愿全速快速神奇扭转病情，配合放生念经，短短两个月保住眼球，重获光明，成为当地首例痊愈案例。2019年7月8日，我突然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医院检查后，大夫说非常严重，视网膜可能会脱落。马上住院，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刚刚开始修佛的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修佛的姐姐，简单说明了情况，然后向菩萨妈妈许愿，终身吃素。姐姐接到我电话后也没当回事，就把当天放生的200元鱼的功德转给了我，又许了21波小房子给我的药经者，第二天又给我放生200元的黑鱼。接下来他就是那个做散孔及各种治疗，专家会诊，确诊罕见病毒患上了葡萄膜炎，来势汹涌，不易治疗，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当地医院没有成功案例，不但失明，而且眼球都会坏死，晴天霹雳一样，没有办法相信病魔会降落到我身上。我才47岁，还那么年轻，失去光明以后怎么办？一家人心急如焚。当时姐姐就说，有菩萨妈妈，有三大法宝，你那么善良，已经开始念经了，许愿吃全素了，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之后我们就许愿1200条鱼，帮助化解此劫。灵验的事情发生了，真是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当天放生护士来打针，我就能看到护士的脸了。当天检查出来病毒也在减少。1200条鱼分3次放完，小房子1周内送完了。我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视力也越来越好，病毒也越来越少。医生的专家一次次的会诊，都觉得特别的神奇和惊讶，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已经成为他们当地唯一一个治愈案例。得了这种病的人从来没有康复过出院的，真的是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我无比感恩，无比激动，菩萨妈妈真的是慈悲无边，有求必应，让我的眼睛得以重见光明。现在我已经基本康复出院，能够正常上班了。希望此分享能让更多的人听闻佛法，让更多的众生相信佛法真实不虚，早日学习殊胜的心灵法门。许愿全素真的是初学者的一个救命法宝，认真配合放生念经，哪怕你刚刚接触心灵法门，只要你坚信并真修实修，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一定有求必应的。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嗯，很好。嗯嗯，很好。不要等到什么病到自己身上了才开始改，就来不及了。早点修不好啊啊！眼睛还没不好之前早点修，这眼睛没有什么问题，不就是平安就是福啊。嗯，是是是，是的，非常感恩。嗯嗯，接下来给帮师兄们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新同修在拼装自家佛台的过程中，多次踩到了佛台的板材，这样的佛台是否还能用呢？可以的，没关系的。嗯。哦，需要念礼佛吗？念3遍。哦，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些供油，比如福田油，没有标明油的成分，是否可以做供油呢？要看什么油种，知道吧？不可能什么油都不讲名称的吧？哦，它可能就是没有标成分。没标成分嘛，比方说素菜菜油啦，嗯，对不对啊？葵花油啦，嗯、啊、嗯，什么麻油啦、橄榄油啦，对不对啊？嗯，那你总会找素油了，素菜的至少有个大标题吧？你里边成分没放大标题呢？它叫福田油，我不大清楚这是什么油。福田油嘛，可能种福田的，那可能是素油了。哦。啊，那就是吹牛油啊，
为了让人家那种信佛的人来买，哦、对不对、啊、那基本上这种油是总是里边有些素的成分的呀。应该福田油嘛，基本上是素油呀。嗯。嗯。哪有吃荤的？猪油会有福田的？是没有。嗯、好了。嗯，那如果拿那种化工原料就勾芡的那个油当供油，是否不恭敬呢？那肯定不好了，化工原料它就化学品，这个东西不干净的呀。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杂修的同修能提供给师兄们参加助缘佛台做功德的机会，师兄们参加助缘这样的设佛台会不会毕业呢？杂修的同修们尽量叫他到后面去，要做功德们到后面去，不要到前面去。他是说这个杂修的功德能提供给师兄们这个做功德的机会，他们乱讲乱讲乱讲。哦，乱讲、哦、这种人在胡说了、哦、这种就是妄语者欺语者两舌的、嗯、明白了吗？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菩萨不欺语两舌的。嗯，这种很简单的道理还听不懂啊。杂修的人、嗯、你比方说你在大学里你是读眼科嘛，就读眼科了呀，出来嘛就眼科专家呀。嗯，你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出来杂修，你能成专家不啦？对，都修不好，三脚猫啊。三脚猫啊，没有、嗯、没有一个事情能够深入到底的，没有一个事情能够学到精的，这有什么用啊。嗯，是是。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许愿今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会坚持每天放生，但是现在下班天就黑了，因为早出晚归，只有下班才有时间去放生。同修坚持去买鱼放了之后回家做的仪式，但是梦境都不太好。对呀、啊、师父也晚上不能去放了呀。 啊， 啊，你就改成礼拜六礼拜天要下不上班的时候呀。啊，他是因为他是许愿这么说，每天没关系的啊。你说因为晚上了，所以不能放、嗯，请菩萨原谅。行，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浏览师父博客，有时候会看到博客中间偏右区域会有数条的蓝光时隐时现，一直好几年了，期间也搬过家换过电脑，并且在浏览其他网站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请问师父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吗？蓝光的护法神呀。嗯。啊，被他看到了啊，这算什么了。啊、而且浏览其他的网站是没有的。啊，对呀、啊，护法神浏览其他的网站、烂网站，护法神会去的。是是。嗯，是的，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是梦境，师兄的父亲刚往生不久，前几天他的弟媳梦见他爸爸的骨灰盒一直在动，然后他妈妈去打开了骨灰盒，他爸爸就出来了，穿得很整齐，然后还有一根红色线挡住他爸爸和弟媳之间的路，他弟弟就去把线拿开了，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梦还不懂啊。上来了，上来要东西了呀，他妈打开了，就他妈妈天天哭啊叫啊，好了把他爸爸弄上来了。哦，他爸爸从棺材里出来嘛，肯定从骨灰盒里出来嘛，肯定是在地府呀。哦，明白，就还是要继续超度啊，念小房子。不超度怎么行啊。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也是梦境， A 师兄梦到 B 师兄在放海螺，当中有特别大的海螺，看到里面的肉还在动，还有一缸巴掌大的活鲫鱼，请师父解梦。海螺在缸里面都是活的，鱼也是活的，那就是好事情，他有好事情了。嗯。哦，这个是说 A 师兄呢，还是说在放生的 B 师兄呢？谁看见的啦？做梦人他看到。做梦人是 A 师兄还是 B 师兄了？ A师兄嘛， A 师兄呀，谁看见的归谁的呀。哦，那梦中 B 师兄在放这些海螺，就是他放的。对对对，就是师兄梦到另外一位师兄他在放这些海螺。啊啊，就又看到一缸。那两个人都看到，最主要问题是看到谁看到一缸的。哦，是梦到的人，因为是那个，就是还是 A 师兄呢，有福气。哦，那 B 师兄在里面放海螺，这个不管。哦、嗯、哦，那还是 A 师兄比较，就是、嗯、他能看见他就有福气。嗯，
哦。这是讲看见的人的，嗯。哦，好的。啊、那这位鼻师兄在梦里放海螺的话，因为他最近也在求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但这个事呢也有点阻力，弘法上也会也有点阻力。那不管的。哦。那就是他在放生，至少说他放出来还是活的呀。他、嗯、他归他呀、嗯，主要这个梦还是 A 师兄的呀。哦，明白。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梦，梦中梦见自己醒过来，在一个又大又干净的房间里，意识这个地方已经梦到好几次了，但现实中没有去过。这次看到的情景特别清晰，外面也特别亮，之后就上了天台，看到马路上的建筑都特别新。有那种肃穆的大建筑，心想难道是回到了过去时代的南京路，就仔细看各处的建筑和路面的格局是不是跟现在能对上。后来好不容易看到一块，看清一块门牌，上面写着南京路，也不知道是北京路，之后就下楼到了马路上，看到好多熟悉的脸，现实中这些人并不熟悉，感觉有的是小明星，有的是普通人，心想原来上辈子大家都是有缘分的呀。最后过马路的时候就迎面走来了他妈妈，妈妈穿得特别时髦年轻，但一看怎么没有脑袋，就急忙问妈妈你怎么没有脑袋呢。但嗯，这部分的梦呢都特别亮特别干净。他妈妈过世了不啦？没有，活着。哎呦麻烦了，嗯。啊、妈妈出事了呀，嗯。啊、最近他是嗯，就是感觉就是腰部以下这一块就特别会抽筋，会比较酸，怕凉。一般的在梦中看见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没有脑袋、嗯、那已经是被鬼拉下去了。啊。嗯。但梦中特别亮，而且打扮的特别时髦年轻，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嗯、没用的，嗯。哦、下面也是这样的，下面有的地方还是蛮亮的，嗯。哦、那像这种情况，是有大劫吗？会。大劫，大劫。那像这种情况，一般要许多少小房子呢？有的许，108遍。108章，一八章。哦，好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法会特别殊胜，大家都想去参加。哎，你要快一点了。哦，对不起，你要快点了。哦哦，好，那就这最后一个问题，那、嗯、就大家非常去想参加法会，但由于现实情况，很多人不能去亲临法会。请问师父，如果不能去参加的话，在家拼命宣传弘法，关于法会的内容，能否得到去和法会一样的效果和加持呢？效果嘛，肯定有的，一样不一样就不知道，跟、嗯、看个人了，愿力了。哦，你在弘扬佛法当中，你的努力啊，嗯，人家去的人很努力的人嘛，就是大功德。如果去的人也不在那里好好努力，看看手机啦、嗯、玩玩啦，你也没功德的呀、嗯。那你虽然没去，你在这里拼命的度人，你说功德不比他差呀？但是同样、嗯、同样你没去和他去，那当然他有功德、嗯、你没功德了。是如果你在宣传法会的话，那当然你的功德就不会比他差了呀。大家至少在、嗯、大家至少都在往上进啊，上进步啊，明白吗？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也预祝师父法会圆满成功，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也加持弟子最近在求的一个事情能够顺利达成，并且弘法顺利。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好、嗯、好好，谢谢，感恩师父，再见。嗯。喂，你好。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哦，对不起。喂，师傅好。哎。嗯，请问师傅，是否有哪一些去法会倒时差的好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吗？去法会倒时差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时间就睡觉。嗯，那念经方面就是功课的大悲咒，就专门祈求这件事情可以吗？可以的，睡觉呀，多休息。行，有时间就睡，有时间就睡，慢慢的就会把时差倒过来。哦、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嗯，之前师傅开示住酒店要对四面墙各念一遍大悲咒，如果是去参加法会，几个佛友一起住一间房间，是否每个佛友都需要念诵一遍呢？每个佛友念诵一遍更好。嗯，你念诵嘛，
你这是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里有点灵性嘛，就是说你等于你再帮大家消点业障呀、啊，也是好事啊。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荷兰法会开示两个佛友每天功课要念69遍心经，请问师傅，这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个案念什么？每天功课要念69遍心经。啊，那当时是个案了，肯定跟人家讲了。哦，那如何判断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呢？什么情况了？当时啊？就是单独跟他讲说他要念69遍心经。多呢，这个是看图腾都可以说的呀。他缺少心经就要念心经呀。你自己知道呀，你自己脑子不够用了嘛，就念了呀。好，觉得自己不开智慧，就多念点心经。你说你智慧不啦？听听声音都不像智慧的人呐。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睡觉的时候，自然的就把嘴巴张开了，请问师傅，这个有说法吗？嘴巴张开没两种呀，一种嘛肺活量不够呀。单单靠鼻子的呼吸他觉得不畅呀，所以嘴巴就伸开了呀。还有一种整个的面部神经啊痉挛呀，经常痉挛的人也会张开嘴巴的呀。哦，为什么知道啦？太累了呀，面部神经他不受控制，他嘴巴就张开了呀。那这种应该如何改善呢？那改善啊，嘴巴张开也好不张开，第一嘛，经常其实从道理上来讲，你如果肺活量不够，你当然应该靠这个嘴唇的呼吸多一点了。嗯。啊，有什么不好啦？就是难看一点呀。睡觉谁看啦？明白了吗？当然，你要是要为了好看一点，你可以平时锻炼，每一天睡觉你都要把嘴巴冰起来呀。但是最后还是张开了。那就张开不就张开了，没关系的呀。好，感谢师傅。你睡着了毛孔都会张开的，你只是看不见。你84000个毛孔都张开了。是的。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对于已经许愿不结婚不做男女之事的同修，如果师傅提醒感情上一定要特别当心，是指接下来会有比较深的缘分，一定要更加增强愿力和经文来对峙，不然容易犯错，是吗？是啊，你要用强有力的这个守戒力来守住的呀。明白吗？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学佛的父母亲如何教育有一些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的情况，比如有的孩子是左撇子，喜欢用左手做事，是应该强行给孩子纠正过来让他适应大众，还是应该随缘？喂，师傅。这个在想呢，没那么快呀、电脑还要动一动呢。对不起师傅，你再讲一遍呢。学佛的父母亲如何教育有一些孩子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的情况，比如有些孩子是左撇子，喜欢用左手做事，应该强行给孩子纠正过来让他适应大众，还是应该随缘？随缘吧，也可以的。已经左撇子只要不是一种习惯性的，他自然而然的就不要去纠正他了。如果是因为他长时间的习惯用左手的话，因为用左撇子的话说明他右脑发达呀。右脑嘛就是小脑呀，小脑发达呀。小脑发达嘛聪明呀，所以人家说左撇子的小脑筋多呀。明白吗？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注意给家里的佛台的拜垫是否不要吝啬，有条件最好用一个大一点的拜垫，磕起头来比较舒服。那当然了，磕头嘛就相当于学佛人的磕头嘛，就相当于我们正常人的睡觉呀。你要是拜垫子舒服的话，你不是睡觉的床舒服啊，不一样啊。你说你磕在头上，你睡着了没有的？有睡着了不就那个床吗？应该师傅。请问师傅，梦见有劫，是否先许愿一波108张的小房子，然后再许愿2波49张的小房子，最后再回到21张一波一波的念？
这样会比较好。是啊，应该是这样。嗯。好，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家里面的鞋子是否不应该乱扔，最好规定的整齐的放在鞋柜里，否则会影响气场。你把十双鞋子全部放在露天里，臭气熏天呢。你看不见你就闻不到，你就是不臭啦。你说你到一个卫生间去走进去没有味道的话，闻不出来臭味，你说这里边臭不啦？嗯，好了，听不懂啊。嗯，好，感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人是否不能总是讲自己不好的方面，比如自己老了，自己有很多病，否则这样会越来越不好。是啊，越讲越老呀。好，对不对啊？嗯，师傅就是的呀，经常讲自己老嘛，现在越来越老了呀。没有没有。应该师傅，下一个问题。嗯，请问师傅，如果经常发自内心的说自己很爱观世音菩萨，是否莲花真的也会靠近观世音菩萨？那当然了，你爱谁嘛，靠近谁呀、啊嗯？你连这个菩萨你都不爱，你怎么靠近得了菩萨的？你爱菩萨，你才会去拜佛呀。嗯，才会参佛呀，才会礼佛呀、嗯、对不对啊、嗯、你连菩萨都不喜欢、嗯、你连拜佛都不拜，菩萨怎么帮你啊？嗯嗯，明白了吗？嗯，感恩师傅。嗯，师傅之前解梦说，同修家虽然现在没有设佛台，但是有菩萨，以后总会设佛台的。请问师傅，菩萨来是否跟家里放了观音堂请下来的供花有关系？跟观音堂所有的东西都有关系。嗯，一心一意的拜佛求佛，佛就会来，明白吗？嗯嗯嗯，好。当时梦见的佛台上面有一个框，里面是同修的一些想法和一幅画，是流动的，请师父解梦。一幅画。一幅画。啊，一幅画，做梦啊、嗯、流动了。就是还加上一些同修的平时。应该是祈求菩萨的一些想法。做梦啊？对，做梦在佛台上面有一个框啊，流动了啊，那就是显灵了呀。嗯，哦，显灵，我们是菩萨加持他了。对了，嗯，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说一合掌护法神就在你的身边，那请问师傅，在洗手间偶尔看到法师的情况下可以合掌吗？洗手间看见法师，眼睛看见啊，看电影啊？嗯，没有，就偶尔看见啊，不要了，用不着的。卫生间法师来啊，开玩笑了，菩萨不会到这种脏的地方来的，嗯，明白吗？就现实生活中，有时候看到对法会有看到法师，在卫生间碰到了。哦，啊，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的、哦、这个合个掌没关系。嗯，好，感恩师傅。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图腾节目中有灵性来一次就会折寿一次，请问师傅一般是折寿有多久？一天两天？一天。一个月最多、哦、那会根据每个人本身的情况不同而改变折寿的时间吗？那肯定的，它就是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已经一个定律了。比方说你这个人一直做坏事的，你再做一件坏事折寿，他就按一个月一个月算了。嗯，听懂吗？嗯，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有一些同修虽然学的不久，经验也不够，但是渡人的缘分很好，很容易，一说别人就相信和念经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呢？上辈子跟他有缘。嗯，哦，是他的善缘比较多。对。哦，那我们应该如何增加自己渡人的成功率呢？广结善缘呀，傻姑娘。嗯嗯，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有些同修几乎每天都能够闻到檀香味，这是什么原因呢？心中有干净呀，心中有菩萨呀，就会闻到檀香味呀。哦，这种同修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注意嘛，就是经常要能够明白什么世界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呀。闻到檀香味、嗯、说明菩萨同意你做，闻不到檀香味那么有些事情就不能做，
因为你求菩萨的时候，你能够任何的显灵，就代表你能做呀。嗯。包括香打卷，包括莲花接灯，包括闻到檀香味，这些都可以去做了呀，嗯、明白吗？嗯嗯，感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帮夫运和旺夫运有什么区别吗？旺夫运呢，就比较高级一点了。旺夫运嘛，就是旺老公的呀。嗯。这个女人，这个帮夫运嘛，就只是你帮助她呀。帮助的和旺，她还是有个不同的概念的呀。帮也帮、嗯、帮得到旺呀，对不对？帮不到就不旺呀。好了。嗯。嗯。帮人并不是一定帮得到的呀。嗯。明白了吗？哦，感恩师傅。嗯。嗯，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白天有看关于佛陀的电视剧，晚上梦到佛陀是电视剧里的形象，请问师傅，这是说明白天看得太入迷了，还是佛陀显电视剧里面的样子来加持做梦人？嘿嘿嘿嘿，太入迷了呀。哦，太入迷进入你的八十天中，能够在梦中过来加持你也是好事情啊，你做梦做得到佛陀总是件好事情。嗯嗯，好，感恩师傅。嗯，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好，祝师傅法会圆满成功。好，再见。广度有缘，感恩师傅。喂。喂，台长啊，台长你好。台长你好，台长又知道是他，我没有听到声音啊。哎呀，啊，台长，啊，台长星期二问那个图腾啊，台长给他看了26张小王子，200放生，200条，放生200条鱼，他往生了啊。第二天还要念吗？86张，要念的，不念的话他上不去啊。哦。嗯、要念完餐了，那个放生呢？要放生两百，要不要放完餐呢？放生倒是可以不放，小房子要念。哦，我那次就跟你说了，他活不长的，你没听到？有，他打算讲，他说阳寿没有阳了。跟他说阳寿没了呀，看见走了不啦？啊，啊，哦，台长还记得哦，很厉害的，嗯，所以有的时候。哦，早点学佛嘛延寿呀，晚学佛嘛折寿呀。对，我是玩他这个，之前是玩他可以看到前边吗？你说什么？因为这种八十六章啊，八十六章念完他会要念多少？至少至少超度到人呐、啊。嗯。超度到、至少不会做鬼啊，做人道啊。我这回就不会这么辛苦。嗯，哦，明白。嗯，台长，哎，帮同学解梦。早上梦到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来我家洗澡，他自己也在我家洗澡，甚至生活中我家好友帮他带孩子。好啦。他梦，这个是同学梦到一个人带着他的孩子来他的家洗澡，两个人就已经在他家洗澡了。他讲，对啊，到他家洗澡嘛，就是在他家里，他们家里的气场好啊，他在他们家里宵夜呀、啊，洗澡嘛就是宵夜呀、啊哦，所以他家里他帮他下宵夜了呀。他就把这个人背了。对呀、啊。明白。台长，第二个梦是同时梦的，他梦到一间房子里面有几间房间，梦里看到重修，也看到房子的楼上是盆地，那个墓地啊，楼上也好像看到有一些中国人在卖衣服，房子的右边是河流，也有房子。妇女刚才那位同学在楼上跟我说，号外一位同修很有钱，是地上背景很好很坏，也挺亲近，就也是中国人。台长，台长听见你打电话已经害怕了，因为你讲出来的话听都听不懂啊。
你讲出来这种故事的话，你这么累不累啊？你看看师父台长累不累啊？听都听不懂。他写得很长哦，台长。写得很长嘛，就不要念了，以后啊，叫他写过来。不然我看那个去了，台长可以吗？电话嘛，电话线又便宜的，听嘛听不清楚，自己讲话嘛又讲不清楚，你怎么帮助别人呢？帮助别人嘛，你多花点钱弄个好一点的电话线呀。没有啊，电话线全部是一样的啊，我不得了，哪有？你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电话公司呀，很清楚的，你这种都是便宜的电话公司啊。啊。自己不是开理发馆的，你随便那么剃两个头，不就电话线就钱就回来了？啊。我是想让他们可以打通财产这方面的电话线啊。呀呀呀呀呀！好好剃你的头去吧你。哦，等等。我在没关系，台长，听不到就不算了，台长。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啊？啊，你这个讲话一讲话，这听不清楚啊，叽叽呱呱的，不知道说什么。还是我在读台长，如果再听不清楚，下次台问，台长。嗯，就这种事。哎，好了，慢慢再打电话吧，听不清楚，真的今天电话线不清楚啊。等一下我再打个。Okay. 老爸开始两句先不能打不出去就是这么讲。开始两句嘛，好好的把你的普通话练好。呱呱呱呱呱呱，知道鸭子不啦？鸭子们就这么叫的呀，听得懂吗？啊。好了，再见了。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喂。啊，师傅您好，弟子跟师傅请安。啊。嗯、师傅好，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就是同修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就是同修他梦到有一个同修被谋杀了，然后呢，这个被谋杀的同修他的腿被切下来了，还上了报道。然后梦里做梦的人，就做梦这个同修还看到了这个新闻。后来他梦到和这个同修视频，那个时候那个同修已经说话不方便，遇险了。同修醒了很害怕，就感觉就像预示梦。嗯，师傅，这个前面这半个梦是不是预示是他有劫啊？100%的。嗯，因为他最近不在家，他出门了，到其他国家去了。当心点啦。嗯。好吧。好，然后他接着后来这个同修又睡着了，他梦到师傅，好像师傅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师傅说让梦里遇险的这个同修出门往右走，能看到一个什么字，好像是无这个字，然后同修就醒了。同修想问这个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出门往右。无字啊，叫他无私啊，不要有私心啊，有私心杂念有贪欲的话就会出事啊。哦，听得懂吗？好的，听得懂啊。一个女孩子要守自己的节啊。你看那个上次在美国被刺杀的一个叫张莹莹那个女的，就是搭人家便车呀，哦、一大大的嘞，头被砍下来了。哦，啊、那这个是预示梦吗，师傅？那这种嘛有两种啊，就是一个嘛预示梦，还有一种你前世曾经在这段时间里发生这种事情，这辈子的这个时间也很容易发生类似的事情的呀。好的。明白了吗？好的，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同修，前段时间他老是说家里有小孩子还梦见亡人，家里人已经给他烧了100多张小房子，放了1000条鱼，然后也给房子要经者烧送了一部分的小房子，然后呢他们还转了部分法布施的功德，就是现在这个老妈妈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呢现在又有师兄做梦到就是说就是有一个菩萨说快告诉某个师兄帮助他妈妈准备300张小房子，要一次都烧了，他妈妈的业障要爆发了。然后他就想问师傅，这300张小房子是要一次性烧送吗？两次三次都可以的。哦，不一定要一次性。不一定的。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一个佛友，他生活在北京，现在车牌要摇号，比较难申请。他有一个亲戚，现在有一个车，好心的给他可以免费用，
但现在他的问题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车是银色的，因为之前也听过相关的一些开示。因为他最近几年一直是不顺，然后马上又要39岁，但是他现实中没有车又很不方便，然后这个车是银色的，他比较为难，他就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如何圆融处理这类事情。嗯，你车上放个观音菩萨的像嘛就好了。哦，好的，好。感恩师父。还有有个佛友梦到师父法身，师父的法身对他说，师父法身可以罩住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想问这个罩住是什么意思。罩住嘛就看了呀，看了就保护呀。哦，这还不懂啊。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同学想问，就是丧偶的人能够做新郎新娘的媒人吗？要看丧偶多少时间了。嗯，的确是不好的。多长时间不能做？人家们这种嘛，最好一年之后啊。哦，一年之后。嗯。那如果他一年之后的话，就结婚当天能进新人的房间；如果是一年之内的话，就最好也不要进去，对吧？其实嘛，这种就是人家嘴巴里不讲，人家很厌恶的。嗯。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动手术之后身上要挂着一个尿袋，他想问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去观音堂吗？可以，是可以的，不要站在前面嘛。哦，那他在家也可以上香和烧小房子，对吧？完全可以。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他梦见孩子飞快地开了一辆摩托车，一边开车一边从口中吐出很小的车。口中吐出很小的车是吧？对，他一边在开车，然后嘴巴里面还在不停地吐一些小的车。嗯，开很小的车就是大车呀，慢慢会到了一定时候会啪一下就会变大的。嗯，哦，就是他以后会有，对呀、啊嗯，告诉他叫他继续前进呀、啊，他会有很多动力帮助他的。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同修当地的居民和商店，他有很多都供着一些佛台或者是神台，路边也会有人供奉仙或者是神，他想请问，经过的时候可以何时鞠躬表示恭敬吗？会不会惹事情？还是默默的经过就好？会啊，默默经过吧，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请问，家中罗汉松树开花有什么说法吗？罗汉松树不常见开花，经常保持它的干净新鲜，实际上就是保持自己内心的一颗纯洁呀，菩萨会给你带来幸运呀。嗯嗯，哦，那就是哦，好的，感恩师傅。就是请问梦见拿着刀梳头发是什么意思？刀首先不能梳头发的，刀放在头上就是叫你快刀斩乱麻呀，烦恼要脱尽呀、哦、要快呀，不能这么拖拖拉拉了呀。好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供的菩萨像是很久之前从庙里请来的，是一个双脚站立的菩萨像。最近同修梦到菩萨像变成单脚站立的，请师父解梦。单脚站立就是不如理不如法呀，放佛台求的不如理不如法，或者没放好、哦、嗯。那是不是家里有灵性呢？或者是还是说他拜佛的就是不离不如法？灵性也叫神呀，他神来管他了。哦。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他自己家盖房子，他有5层，然后三楼已经建好了，他想在3楼设佛台，但是楼梯的扶手和1楼、2楼的房间都还没有建好，而且4楼、5楼还在不停的加建。同修想问，这种情况可以设佛台吗？可以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请问清洗供水杯的盆和洗供水果的盆能不能用一个？水杯跟水果啊？对，能用一个盆吗？可以。
哦，可以，好，嗯，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师傅稍等，就是同修之前有一个柜子是用来放佛书的，现在想把这个柜子腾出来放衣物和其他的物品，请问可以放吗？可以呀，可以，嗯。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之前有个同修，他就是让您帮忙看图腾，然后说那个楼上人家放了符咒，然后师傅您说让求南京菩萨和护法神。那个同修他想问你，就想问您，就是说要怎么祈求南京菩萨和护法神？就和菩萨讲啊，就跟菩萨讲啊，某某某啊，你求南京菩萨是求一个跨宗教问题是不啦？嗯，就是楼上好像是因为他家佛台的问题给他放了个符、啊、那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了，嗯，还保佑符不要伤害到我了。哦，就是楼上的符不要影响到、啊、哦、就是、那像这种楼上他给他放符的话，他的房子里面会有药精者吗？会，一定会。哦，会有。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之前给一个同修看图腾，看出来就是前世是拜把的兄弟，然后生意伙伴，后来反目为仇，然后后来离婚，还有财务纠纷。他想请问师傅，这种大的冤结如果用类似新加坡法会这种大法会的功能，是不是也能化解掉很多？就大法会的功德。可以的，可以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想请问师傅，粉色的鞋子可以穿吗？粉色鞋子可以穿的，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师傅您开示过，就是如果对方还在杀生，就先不要帮他设佛台，而且他设了佛台还杀生的话，果报会更快。但是现在大家都因为设佛台的功德大，然后在度到新人的时候就想办法让对方先设佛台，也不先劝新同修不要杀生，怕新同修知道之后就不设佛台了。同修想问，就是在这些新同修不了解情况，一边杀生一边设了佛台，导致他们杀生的业障果报更大更快，那这样度他们的同修就是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跟度他的同修没有关系，主要还是修心靠个人呀，师父领进门，修心靠个人呢。因为就是渡到人的时候，这个人明明是有杀业的，但是他就是我们的同修，就是还是让他先设佛台，没有告诉他，就是先劝他不要杀生，然后因为怕他知道之后就不肯设了嘛，然后他就问同修，这样不跟人家讲，然后人家设了佛台，导致自己杀生的果报会更快，同修会不会不如理不如法？差也差不多，应该说应该属于如法的，嗯。哦，如法的，嗯。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师傅，那问题问到这里了，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师傅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再见。再见，嗯。再见，嗯。嗯。所以人生啊，就是靠自己啊活着的。有的时候啊，要有脑子啊。很多人不喜欢问呐、啊，一辈子吃苦头啊。众生啊，要有福啊，福气就是能够开悟啊。学会开悟，你就有福了；不会开悟，你就没有福气了。所以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境界上在生活着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不停的在改变当中。喂，啊，喂，请讲啊，师傅，啊，哦，师傅，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让自己背，师傅，啊，哦，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梦里做了夫妻之事，邪淫梦考没有过，是否也要像现实中做过那样，等五个小时之后才能上香呢？这个用不着的，念念礼佛是肯定的，只是上香没关系的，嗯。因为它是意淫啊、嗯、它不是一种真的真的嘛，因为你的肉身都脏了嘛，
意淫嘛，就是意念当中啊，把它清除掉干净了就好了呀，听得懂不啦？嗯嗯嗯，如果那个是男师兄做了邪淫的梦，遗精后多久才能够烧香拜佛？一般的洗洗干净啊，弄弄啊，再至少一个小时吧，就是至少让自己感觉到思想当中没有那种意念了才能啊，否则什么人情畜生是不干净啊，菩萨不能接受的呀，很脏啊。哦，那师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念经也是一个小时之后吗？一般的至少一个小时的。嗯，哦，他还问，如果没有淫念，完全是自然的生理现象的话，是不是也要一个小时之后？这个都没有了。如果完全没淫念的话，那就是洗澡就可以了，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不一样 的，这个是生理现象和一种犯邪淫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所以在哲学家来看起来，一个生理现象和一个完全动坏脑筋的去做的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菩萨完全是重视的你的意念的呀，你明白吗？啊，是这样的。嗯，懂了，师傅。嗯，自然有的时候自然生理的一种现象，真的脑子里一点意念都没有的，那这个就应该是很轻很轻的这种不干净啊，像身体上一点点不干净，它不能算为一种罪，听得懂吗？罪不是犯罪的。嗯，好的，师傅。嗯，师傅，下一个，由于太阳照射的原因，供佛台上的富贵竹左边比右边长高了一些，看起来不对称，请问是否可以把两边的花瓶兑换一下，让矮一些的长得快一点，看起来对称一些？这个随便都可以的。好的，下一个，师父，同修家人把平时做的坐垫放在了同修的红布上，红布里面有几张没有念完的小房子和一些空白的小房子，请问红布和那些小房子还能用吗？可以，没问题。好的，师父，现实中一个问题，佛子天地游记里经常提到一道白光，罪灵的孽障就随之显现出来，一位同修白天念经时犯困，眼睛一闭，有时也会看见一道光闪一下，还有几次晚上刚刚睡去，闭上眼睛也会眼前一闪，显得房间很暗，请问同修看到这道光有什么讲究吗？当然有讲究了，光来了嘛，至少护法神啦、菩萨啦，他来的时候都像一道闪光一样的呀。嗯，如果让你很暗的话嘛，那就是把你带下去了呀，不好啊。嗯，哦，好的。哦，下一个，师父，同修梦见另一位同修在很亮的地方，对方的上半身没有穿衣服，只是用白毛巾包裹着，很开心的趴在沙滩上玩，沙滩的沙子很干净，请师父解梦。不要太开放，说明他的心啊现在有点过分的开放了。嗯，因为任何一个情节都是代表他的心念在动，明白了吗？嗯，好了。嗯，好的。下一个是个梦，师傅，同修现在怀孕5个月，最近有2个关于胎儿的梦，请师傅给他解答。第一个梦是同修梦到宝宝出生了，但是过了一周才想起来，哎，没看到宝宝，也没有喂奶呀。然后这时候同修的母亲才把宝宝抱过来，孩子看上去状态还可以。第二个梦是同修梦到宝宝提前4个月出生了，也还是没有看到孩子。在跟先生说要不要去看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孩子在一个地方躺着玩，还冲同修笑。同修先生抱起宝宝，然后把很多大便都拉在了先生的身上，但是身边的家人都很开心。现实状态呢，同修第一个孩子脑病现在还没有好，这个梦境是提示二胎会早产吗？他是现实当中呢已经怀孕了不啦？怀孕了，她怀孕2胎5个月了。啊，第二个很好啊，第二个是她求来的，嗯，已经准备投胎了，哦，还没投胎呢，嗯。哦，好的，好的。啊，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出来不久，可能第一个以后会走掉的，嗯。哦，好的。他把爱，因为很多。
因为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两个孩子啊，在如果有一个孩子走了，还靠另外孩子家里能支撑的。如果就一个孩子家里人走掉，就是这个孩子走掉，家里会非常的悲痛的，听得懂吗？哦，好的，好的。下一个是个现实中的问题，师傅，同修和一个人感情有冤结，念经三年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对方一直纠缠不放。最近呢，梦见同修和对方，他们前世是夫妻，是同修把他害死了。梦里说就让这个做梦人多念小房子。做梦人请问，这种情况念小房子抬头怎么写？是敬赠给谁的要经者呢？敬赠给他自己的要经者呀。好的，他请问数量方面是直接许愿大概一个大数几百张小房子呢，还是说21张一波一波的念呢？一波波念吧，一波波念嘛就比较小气。大数字嘛，就是说你许的肯定要念完。大数字呢，就比较容易消掉；小数字呢，是一点点消掉，就这么简单了。他请问，如果是还命债的小房子，大概给多少张啊？还命债至少108张啊。哦，好的，师傅。下一个是个梦，同修梦见有人告诉他，她怀孕了，是他在世父亲的孩子，而且孩子还有智商问题。同修想，怀孕了也不能打胎啊，还有智商问题，万一一世怎么一世修成呢？然后同修请问，这是提示同修自己有孩子要超度吗？还是说父母的孩子在他身上呢？父母的孩子，他爸爸的孩子在他身上。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是个现实中的问题，师傅开示，以前佛台的位置不能马上放床。同修之前不知道，就把床放在了佛台的位置上，已经睡了5个多月了。他请问现在还需要搬走吗？要念多少礼佛？嗯，睡了5个多月嘛，肯定倒霉呀、啊。嗯。嗯。倒霉嘛，要现在马上搬走是吧？搬了要搬了。哦哦。他念多少礼佛啊，师傅？举个简单例子，你不知道的话，你还不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当你知道了，你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呀，听不懂啊？他得念多少礼佛呢，师傅？49遍。好的，师傅，您在《白话佛法》3册提到，千万不要说把菩萨的形象完全印到自己的身体上来，只能想菩萨在你的头顶上，请师傅慈悲开示。观世音菩萨直接在我们头顶上，与我们同样的方向呢，还是说我们头顶前方望着我们，要怎样观想？两种情况都有啊，观想也可以的。在你头顶上的话，是他是给你慈悲啊，洒圣水啊，在救度你啊。你把观世音菩萨完全想在心里，你这么肮脏的心，怎么存得了菩萨了？对不对啊？你亵渎菩萨的话，你又倒霉了。明白了吗？明白了。他说，他请问是观想菩萨直接站在他头上呢，还是说在前面望着他呀？望着他更好一点吧。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是个梦，同修白天看着孩子吃的蛋白粉上有鱼的成分，但是不多，他心想应该没事吧，因为孩子现在不吃肉，但是呢没有许愿。夜里呢，同修就梦到自己在做豆腐一样的食物，但是感觉是鱼肉做的。同修心里想，梦中就想，我不吃，我给我先生吃。然后他请师父解梦，这个梦境和孩子的蛋白粉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嗯，那就不要让孩子吃了是吧？蛋白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鱼的骨龄啊，都不好的呀。嗯，哦，好的。哦，师父，下一个是个梦，同修梦到别人请他出国的时候带回奶粉来，有2种价格，一种是210块钱，另外赠送几个奶嘴，另外一种没有赠品是200块钱。梦里同修看着奶嘴，觉得质量还不错的，觉得孩子都大了，但是自己用不上。他请师父解梦，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最近有给流产的孩子送小房子。喂，在听呢。49张。哦，对不起，师傅。49张。嗯。给孩子是吧，师傅？对。嗯。哦，师傅，我有一个梦比较长，您
如果状态好，帮我们听一下，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对不起师傅，我怕那个梦太长，这个对不起师傅，那我说了师傅。喂，师傅。讲啊，我听着呢。同修梦到和其他人一起参观地狱，他选择了一个皇宫级别的观看，先是上了很多高高的台阶，接下来看到一个大坡，下面用大玻璃围起来一个惩罚现场，现场外面有一些零星的人的骨头，场面极其阴气极其重，有死亡的味道，做梦人忍不住捂住了鼻子。现场外面有个破房子，里面是惩罚罪灵的猎狗，不一会儿罪灵像十字架一样降落了，是一个女人，很高大，穿着贵族的衣服，但是头发散乱，眼神绝望。他用意念对参观的人说，他本是有修的人，因为修偏了，做了错事，他把一些关着男色魔的瓶子打开了，结果色魔们都跑出来了，他因此犯了大错，被打入地狱。过后观世音菩萨降落在了惩罚现场，瞬间阴气消失了，做梦人也进了惩罚现场拜观世音菩萨，随后他从地府出来了。请师父解梦，这个梦是真的吗？当然真的啦，小笨蛋哦，这个还不知道啊，让你参观一下地狱啊，开玩笑了。哦，师父，那这个梦和我有关系吗？师父，你当时没感觉那个贵夫人是你们就好了。我没有，师父。好了，参观一下嘛，你下去参观嘛，就是叫你当心点的，在色的方面要当心了呀。哦，好的，师父。你给我老实点的，好的，师父。你要知道啊，你去很多女人，她去让男人动心了。去勾引男人了，你就等于把色魔放开了呀，这还不懂啊？哦，就是说有的贵夫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听得懂吗？找了很多。哦，我懂了。那么就是这个贵夫人的这里把那个色魔全放出来了呀，你让男人好色了，你不就把色魔放出来了？听不懂啊？哦，懂了，师傅。哦，我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师傅，确实有时候出去确实会这样。嗯，眼睛啊，眼睛老实一点呐。嗯，明白了吗？师傅，我错了。嗯，明白吗？师傅真错了，对不起，师傅。哎，我就知道你错。一定会注意的，师傅。不要这样啊！你眼睛，你让人家男人多看你一眼，让他觉得哎呦你很好看，哎呦动了非分之想了，你以为你没罪的？对了，我总出去就是老是碰见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没你自己先嘎嘎你不知道的。嗯，你的眼睛啊，你看看啦。嗯，对，先嘎嘎以为自己的，你不就是一个漂亮一点的羊啊？你说羊的眼睛上这么弄点眼睫毛，弄头发弄得卷一点，那卷羊毛有什么用啦？是呢，师傅。别丢脸好吧，别丢脸好吧。嗯，我错了，师傅。我改了。改，师傅。还觉得自己很漂亮了。你让一个公羊喜欢一个母羊，你说有什么意思啦？你就让一群公羊盯住你一个母羊，你的母羊你就觉得你很高傲啦。烂的。就是。哎，好啦。是呢，师傅。感恩师傅了，感恩师傅。Okay，感恩其他佛友，感恩师傅。嗯，师傅再见，我会好好改的，师傅。再见。哎，师傅再见，好。喂你好。喂师傅。啊，你好，赶快讲。喂师傅。啊，稍等一下师傅。喂师傅，我戴耳机。喂。哎，讲吧。喂师傅。讲吧。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啊，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一点。有一个同学。想一点。喂，听得见吗师傅？听见，讲吧。有一个同学，他是在公共厕所里面上班，每天上班16小时。他想请问师傅，他能否在公共厕所的办公室里面念经和听你的录音？听录音是没问题的。念经不能念出声音的，不能念出声音，好吧？也可怜，他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他一定要求观世音菩萨原谅他。观世音菩萨，我上辈子不修啊，所以这辈子我有很多的背着很多业，但是观世音菩萨，我
不怕，我背了业的啊，我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借自己这种还债的这种环境，我来好好的修出，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不要嫌弃我啊，让我能够去护法神能够保佑我，成全我这颗学佛的心，要多讲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真的如你所说，他情况的确不好，非常好，他儿子呢是自闭症，把他呢和他老公从家里赶出来了，然后他现在没地方住，只能住在酒店里面，他那酒店的房间呢又没有窗户，他烧小房子只能在那个外面酒店外面凉台上烧，他想请问师父这样烧是否可以？可以的呀，他节过了就可以了，他现在是在过节呀，他现在是在过节呀。哦，这位同学呢，佛缘也蛮深的，就是他一听闻我心灵法门就信了，并且拿到金丝的当天就闻到檀香味，然后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于他现在他闻到佛法了，但是并不代表他过去的业障他就消掉了呀。对的，对的。啊，明白吗？好的，我会让他听录音，好好努力的。好吧。那师傅，还有两位就是外地的老同修，他们今年都72岁了，然后听了从我之后呢，觉得非常好，然后他们也在想尽一切办法的度人，很发心，可是呢，也可能是自己自修没跟上，智慧不足，家人反对比较厉害，修行的障碍比较大，他们呢很苦恼，想请师傅呢为他们这两位念经呀，开始一下念经啊，随缘呀。在家人不注意的情况下，不知道不注意的情况下可以渡人呀、啊。家人反对就不要跟家里人闹呀、啊，随缘嘛就好了。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让他听录音。师父，还有就是你今年不是开示，今年的人肺部会不好吗？然后你说的很对，然后最近呢有很多同学啊反馈，他们的家人或同事啊身边的亲戚都查出来肺部有问题。有阴影或者有结节，他问我们该怎么样化解，我们就让他们按照那个许愿已经放生三大法宝，然后有一个同修呢，他的父亲是69岁，昨天上午前一段时间体检呢，肺部查出了有阴影，伴随着发高烧，医生怀疑呢是情况不好，然后他呢按照师傅的开示呢，为父亲许愿了1200条鱼，108张小房子，每天呢帮父亲念诵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因为父亲许愿呢做其他的功德，他刚刚许完愿呢，打算晚上上香的时候再给菩萨讲一下，但是没过多久呢，家人打电话给他说他的父亲高烧已经退了，并且肺部的阴影呢问题，医生说问题不大，他非常感恩菩萨，只要有愿力就效果就很明显了。对呀、啊，赶紧叫他吃川贝母啊，赶紧叫他吃川贝母啊，川贝母是吧？或者叫他去买一些川金啊、川贝啊，好好磨磨碎，吃下去，或者烧烧汤啊，熬熬茶呀、啊，都可以。好的，像他这种情况，类似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呢？可以的，川贝是对肺最好的呀。川贝是对肺最好。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同修梦见师傅帮他看图腾，说他的肺部的问题不大，吃点消炎药就好了。现实中呢，他本人是肺部的确不好，然后今年和去年的体检呢都查出肺部有阴影。他想请教师傅，梦里让他吃消炎药，他一般要吃什么样的消炎药呢？川贝精啊。川贝精啊。哦，刚刚上一个是一个是吧？不，还加上一个那个、啊、对，那个叫川心莲 ，sorry。叫川心莲 ，sorry。哦，好的，感恩师傅。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好吗？这个穿心莲，师傅，这个穿心莲，好的。还有一个是同学做了一个梦境，我读一下比较长，师傅，就是同学梦见他妈妈佛台上有很多活菩萨，然后有些是没有供奉的，他家没有供奉弥勒菩萨，还有哪吒啊、土地公公、财神爷、斗战胜佛，还有一个玉麒麟和金鸡。那金鸡和玉麒麟是不会动的，就像他家里装饰的那种装饰品。然后玉麒麟背上还镶嵌了几个古代的钱币。后面他梦到土地公公很不好意思对他说，我本来不应该到佛台上的，弥勒菩萨说了我们就各就各位了。然后之后呢，诸位佛菩萨都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上，然后斗战胜佛呢看到佛台上有金鸡，就是说有妖气，
然后就把手啊伸进了青鸡的肚子里，然后随后呢就是出现了降妖除魔的画面。然后梦境一转呢，他就问一个老奶奶说，我妈妈学习传统文化能学吗？她说能学。然后之后老奶奶又说，你想不想知道你的业障是多少？同修说他想，然后老奶奶说是5.35。他想问一下这个5.35是什么意思，师傅？5.35嘛，就是我平时讲的呀，五点三五要等于50%几了，50.3呀。他自己想。50.3呀。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怀疑是53.多。很厉害的。肺部不好，多吃点银耳羹啊。还有梨粥啊，把那个生梨啊和粥烧在一起。好吧。好的。就是这个5.35这个同修，他现实中他的确是业障挺重的，就是他脊椎啊有一个问题很严重，这脊椎反而是一种很奇怪的病，不好呀，不好呀。好了，我让他听录音。那、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发愿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有同修问，想问师傅是，如果想发这个愿力是修到什么层次才能发呢？什么？就是有同修发愿成就无上正等觉嘛，然后就师兄问，这个愿力需要修到什么条件或什么程度才能发？无上正等正觉，至少你要开悟啊！正等正觉，至少你要开悟啊！你一个人能够学佛学到一定的境界，你已经对人间的什么事情都不无所谓了，不去为名为利，不去贪呐、不去恨呐、你这个人就可以取这个愿力啊，就可以这个愿力，听得懂吗？明白，明白了吗，师傅？师傅还有，好的，明白了，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同学做了一个梦，就是，他昨天梦见他的舅舅，带了2-3岁大的孩子，一个呢是死的，另一个呢还有一口气，那个死的呢他也不扔掉，还带着，另一个还有一口气呢还让他帮他打针，但是呢同学没有给他打，他想请问师傅，不是提示他有打胎的孩子没超度，还是他舅舅身上有灵性呢？应该他自己身上有灵性了，他自己身上有灵性了，就是他自己现实中打胎过。好吧。好吧，抓紧点时间，时间过了太多了。抓紧点时间，时间过了太多了。那师傅，我再问你最后一个吧。师傅，就是之前你在来信解答里不是教过一种方法，就是重新请菩萨宝像进入那个，对，请菩萨进入宝像嘛。对。方法是先点油灯，然后上香或上大香，对，跪下是磕头礼拜，对，双手举过头顶，掌心向上做托举状，然后观想双手高举菩萨像到头顶，然后默念菩萨进入宝相，再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七遍礼佛。这段程序完成之后呢，才可以将菩萨重新请进宝相。这个是通用的吗？通用的。通用的。通用的是吧？好的，感恩师傅，开始今天没问题了。好了，保重身体。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